为什么电脑都没有动静呢？怎么了 ，Lindy？ 我想要制作一部电影。一部电影？我想要制作一部电影给我的朋友，可以是他们要怎么有最好的学年呢？真的吗？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在早上，跟神亲近，所以我想要秀我的朋友要怎么做。听起来很酷。我在电脑上有全部我需要做的，我可以用 Final Draft 的软体写我的剧本，然后我可以用无线网路印出来，然后我可以用你的 iPhone 上传我的字幕。我的 iPhone？ 你还没有给我一个 iPhone 啊。你才十岁。然后我可以用 iMovie 编辑我的电影，然后用 GarageBand 加上音乐，然后用 QuickTime 播放。听起来你把全部的你需要做的都计划好了。对啊，但是我需要我的电脑，但是它没有动静耶。让我帮你看一下。会超级棒的，爸爸。想一下，一个女孩在她的房间里换衣服，拿她的书本，然后跪在地上祷告，请神跟他在一起，然后他拿出他的圣经，读一个很棒的经文，像，先求上帝的国。我是觉得耶稣哭了，但是我比较喜欢他你的。很高兴帮助你。我只需要一个主题，让我看看。起来跪下，太正式了，跟上帝一起起来，不，有点听起来像一个搞笑的早上电视剧。插上电源，哦，听起来很棒耶。插上上帝的力量，那是你现在在做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是你需要做的。那是我们每一个早上都需要做的。然后我们每次用电脑的时候，什么耶？那个电源你需要插进你的电脑，火灾。如果你不插进电的话，你不行写你的剧本，上传你的录影，或是结束你的电影。哇，听起来好明显哦。你的想法也是。跟上帝的力量连接每个早上是最明显的。